粥很烫，吹凉了再吃。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吃的海鲜粥，没有男朋友的也要自己动手哦。锅底一层薄油，放入虾头，炒出虾油，加水，你就得到一锅热腾腾的虾汤了。喜欢吃清粥就少下一点大米，喜欢吃浓的就多下一点。半小时后加入自己喜欢的配菜，关键就是最少花生酱，让粥的味道变得更香浓。在下着小雨的天气里，躲在房间里面来上一碗，别提有多惬意了。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